八块，卖给他小孩。不要太高，八块也有人买这个，你就卖五块好。我卖给安徽的，安徽的十块都不要。关门，不用拿了，等一下不再拿，等一下放不下再拿好了。上次我回理发店啊，一个安徽的一个女的说染发多少钱，烫发怎么多，然后呢我回说80，关于80啊，就说我就30块钱，快点给我烫身体，我这脸受不了。15块，我要他烫发。银烫带染30块哦，像我家门口那个地方，你就洗一天就要80块。我他妈一个月剪两次。他要去谁地方？那个地方是不是行啊？所以有时候，所以说有时候模具的这个怎么说呢？注重工艺了，稍微调一点点，就好像不一样。哎，就不一样。前天在试那个小金的200克的机器，在那试那个小模具，你知道吧？拿那个死，我们也不知道那人技术有问题，那模具试了妈几个小时都没试出来呢，还最后好像叫你那8000克的自己过去敲的。组长试了妈的，小金的都想拿脚踹他，你知道吗？小金的师傅嘛，技术是要差一点，技术好谁去干小金啊？妈的，压个模具还这样，你知道？像我之前我都不干小金的，小金也不干，最起码两斤要打底。底部还有没有油了？没了，还有一点，太差了。那不然呢？换今天我们这边换了起码7、8个分钟的，就是好一点吧。他又不想干，不小心，就是不好的，工资还出不起，然后看看老板又不理想，人家招了一个大个子，然后他干了一个星期，然后老板说哎呀。检验的时候会打的。哎，这力道太大了。吹短一点。吹短了，吹短。它吹出来挂在那个气顶上都没事，气顶一缩回来就掉。哎，等一下稍微调一下，这里有一点缺掉。缺掉了。大家的800到1000块，差不多吧。应该。那我去，中华车上喝酒。
把这个气管捏着看一下。你他妈的，那是不能一千多度，一两个要。啊，松开松开，不行，推不动，一个推不动，两个推不动。不行哈，有力道不够，一个什么他应该单边吧，对，解放黄那个劳动南路那个解放黄不是倒闭了，新装修吗？新品啊，啊在装修吗？那换了吧，那个换了，新的一个老的，现在都在江南那边。对啊，在江南那边了。解放黄那个劳动南路的解放黄是抗龙太子旁边吗？大吉蛋黄店的我以为是这些看一下啊，给气罐头，气罐头的话咱顶不出来哦。有皮小达那些豪车，我们就往出来玩，劳斯莱斯啊什么。但是我楼下不行了，你不得搭一个劳斯？你看看到一个那个兰博基尼，哇靠，白色的，屌的要死。哎 ，OK， 拿起来。汽车小一点，我觉得小。要是那个人走车下来，我们是万万想不到。奥迪 A8 最低配的都要120万。对啊 ，A8 也有吗？还是低配的。好像是那个用曹永华买的，会 A8 也有。哦，去调一点就可以了。有钱地方不要买宝马，没有。是，这个 A8 也有太低调了，感觉哪里哪里都看出100万的。宝马740都开火。哎，刚刚好这机票的朋友。你好，冰冰，免费坐坐啊。料还有，看料还有多少？我们全部坐了。啊？在上面。拿不出来了。拿不出来了。那你再去看。还有可能再去玩坐的。我早上就两个坐吧。咱拿一下样品好了，不用这样输掉了，拿手拿一下好了。拿没样品。打吧打。还能打多少啊？料桶料打完就没了。七八个，至少有。还能打几模？关门关门